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OCQ 嘅视频节目。我哋今日嚟到 LG 嘅尖沙咀 showroom 呢度咧，去睇翻最新嘅 LG 16:9 W2363D PF 嘅23寸 LCD 显示屏嘅。好啦 ，W2363D 呢只 mon 咧，其实有120Hz 啦，咁同时间咧仲有3秒嘅极速反应时间，仲有咧400CD。per meter square 嘅光亮度啦，咁其實個畫面咧非常之正噶，咁同時間咧亦都有 LG 獨有嘅 True Light 技術啦，可以令到光暗位更加正啦，咁令到畫面咧更加豐富更正嘅，仲會加咗 SR True Surround 嘅環迴立體聲效果啦，咁其實只要透過呢個 HDMI 嘅接駁咧，就可以享受埋優質的畫面，同時間有優質的音效啦。佢會配備咗2個 HDMI 接頭啦。咁除咗可以接駁電腦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接駁翻其他嘅電影設備啊，或者係遊戲機啊，咁係非常之方便噶。大家可能玩 PSV 啊，玩 Xbox 之後又想用電腦，咁其實用翻一隻 mon 就搞掂噶啦。啊，嚟到展場另外一邊咧，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就係、是。LG 嘅 2663D 呢只 mon 嘅 3D 效果啦，咁只要咧你部電腦咧配備翻 Nvidia 嘅顯示卡啦，例如450啊、460啊，或者高階嘅480咁樣啦，配翻 Nvidia 3D Vision 眼鏡之後咧，就可以咧欣賞咁正嘅 3D 效果啦。